小帕呆呀喽，真的。你知道我出过银魂的土方吗？我出过他、欸，cosplay， 羞耻哦，不要。其实我没有看完他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很现在很爱很爱银魂。北车一号店，我跟你说，现在真的是放暑假了，真的人真的很多，热闹热闹，生意兴隆，好不好？金融灯生意兴隆啊！一个爸爸，今天抽的是银魂，银魂居然出一番赏，那个小姐姐说以前有出，但是我想说最近银魂要出什么剧场版或者什么，他怎么会出一番赏？我很好奇。然后他是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主意，但是他 A 赏是阿姨。B 是我最爱的土方是我最爱的，然后 C 是伊莎白，然后 D 是它可以当装饰，然后也可以当放置东西的，就是它可以放什么小东西啊，也可以站着。重点是它那个伊莎莎白拿那个上面写的什么画沙小帕呆呀喽，真的那个日文翻过来是这样子的感觉的。我很特别，我第一次抽银魂的一番赏，那我对 A B C D 我都想要，因为很特别。我不太知道 C 的伊莉莎白那个是在干嘛，但是大家抽看看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不实抽了，我先五抽。好。哇，好久没看，你知道我出过银魂的土方吗？我出过他、欸，cosplay。去找出来。我国中，很羞耻哦，不要。国中的时候，好，我找一下。停出冲田，你也找出来，把停拉下来。抽到阿姨哦，可以吧 ？Oh my god！ 那怎么办？你现在五抽，一抽哦，所以现在一抽一抽，对不对？我还五抽，把抽完。好。而且其实阿银跟土方他们这一组 CP 大家很爱，可是我喜欢土方跟那个冲田的姐姐那一对啦，没关系。你看，没错这样，好，没关系，我还是很满意，好不好？可以。G 是软胶，应该也是杯垫跟吊饰，但是软胶类的。是立牌，角色立牌。F 是就是资料夹，或是可能有套组。对。哎，我都抽不一样的哎，很棒哦。蛮想要 D 的，一立牌。啊，还是我再抽一点。要啦。我再抽两抽好了，对，七或八这样。对。我蛮想要看 C 或 D 的，D 我蛮想要的 ，D 感觉蛮多的呢，很可爱，对啊 ，D 有六个，对啊，你抽两个了呀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没有抽完呢，对啊，哦，天，还有现场等，看有没有抽到 B， 我跟他换，好。很难吧？不知道。F 是那个套组，我再抽一张。好，我也觉得可以。有点夸张。对啊。啊，我想要的其实是土方啦，来对 CP 吧。好。没有，立牌。两个 A 哎、欸、，Double A。哇，Double A， 还要抽，我现在把它抽。好，帮你抽完两抽。我抽。要吗？好。不是软胶，最后一张了，哇，手机抽的哎、欸，对啊，一立牌，好吧，不错，可以，我们来看赏，人太多了，还是只能出来开，因为今天真的太多。立牌，我想看一下英文的立牌，对，会有我想看的立牌，就知道。我其实真的很爱银魂，但是就是，其实我没有看完它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很爱银魂。OK， 我抽到新八机，不知道，新八机，
抓它。我蛮喜欢 F 赏 ，F 赏是各种贴纸。然后我拿这两个，它每个都是英文的，每一画的有一些画的标题这样子，就大家看应该都很熟悉。好喜欢哎，我喜欢这种贴纸造型，我拍一个好了，很用心哎。那好像贴纸可以干嘛？可是就觉得有地方可以贴，土方后援会的那个，谁呀？土方当后援会的那个正。对，然后标题，其实我觉得贴纸很好哎，就是很用心。对，对，然后它会搭配一些设计这样子。哇，我觉得可以哎。现在的小孩子喜欢贴纸吗？小哥，你儿子喜欢贴纸？还好。哦。他们喜欢卡。他喜欢卡。对。哦，现在小孩喜欢卡。对。然后再来是居赏，居赏是杯垫或是吊饰，然后吊饰是人物，就可能是冲田、土方，然后还有神威他们的头像。但是我选的是杯垫，杯垫是伊丽莎白跟静春，然后还有另外两个是那个白痴王子，我忘记他叫什么，就是一个白痴王子紫色那个跟另外一个东西，就是比较可爱的吉祥物。然后选他们两个，静春我喜欢沙大哈鲁跟那个伊丽莎白。再来，很哦，很哦，这个画面好看，送一个出去好了。好，那我先打开。好，我觉得整体都做得很好，服装，然后洞爷湖这一把刀也做得很好，但是他的脸有一点点异色，也不是，嘴巴有点小歪，就他嘴巴是跟阿姨那样，可是我觉得做的没嘴巴很，但是鼻子以上都还不错。整体来说是不错的，然后它也蛮大一个，然后它就是它的这个半和服的飘逸的感觉，其实做的挺好。哎呦，如果是土方应该更帅，真选组的衣服多帅啊，超帅啊，有点可惜，但是我抽了两个土方，可以了，抽了两个阿姨，对，其实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另外一个没开的就是送给观众，就大家就留言，暑假去哪里玩啊？我看你们去哪里玩，我参考一下。然后我抽一位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，不要忘了，还有小铃铛。